请问前导演，这次是和陆老师第一次合作吗？其实我跟陆汉秀老师的合作在很早很早之前，但是我们两个并没有见过面，因为你知道在艺术创作的时候并不见得有机会见到面，因为那个时候陆汉秀是写词的老师，那我是负责做戏剧指导，所以陆汉秀老师把词写出来之后呢，就会由作曲来把这首歌完成，这首歌完成之后呢，就会有导演把这个歌编排出来，然后又有舞蹈老师把这个舞蹈编排出来。那我们负责的是戏剧指导的部分，因为是一个舞剧，所以一般学舞蹈的他的情绪的表达上，就我说的有关的情绪，就是属于表情啊和肢体的表达上可能比较欠缺，所以我们就会有在舞剧的部分就会有戏剧指导，专门去就舞者的表情、肢体跟情绪去提点他，让他能够在整个的舞剧里面，借由他的舞蹈动作，再配合生动的表情跟肢体，能够完整的呈现像这样子一个舞剧。